战无人王的比赛。哎呦，凶猛啊！是那次这么快的话，那我觉得今天四强绝对是稳了。哎，就85公斤，吉林是长春建筑学院的。哎呦，你这个ID 啊，总让我觉得像 B 哥哥，有点提点醒啊。哎呦，我的天，难受啊！是，进攻和防守这个不一样，还是要三分球。哎，有了，这就有了。哇，和之前所有都对抗一下以后，对，就类似于这种出手，会有一些我的一个打扮。嗯，接三分。哎呦，马可以。不好说。等一下，是不好说特别深刻的，还是说？好球，9271844，恭喜你，恭喜！好球，宁波站的 buff 真的是。进来，哎，运气不错，可以。这确实是我看到有个问题啊，非常好，还一个漂亮，再一个三分，哎，那个攻击这方面的因素，确实马克在很两个三分球啊。马哥啊，我非常期待，关键的一个很期待马克的绝杀，漂亮！恭喜马克，恭喜马克，11-8，战胜安康，新赛季哎来了，招牌动作，马克新赛季的第一冠。